谢谢薛总，回去路上小心一点。我又没说要进去，你也不用这么着急赶我走吧。菲菲，我不知道你和薛子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，让你这么生气，但我请你相信，我和他绝不是一路人，而且终有一天，我会打败他，到时候整个斯诺都是我的，我也可以替你出气了。薛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不需要你替我出气，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他。那你可不可以不要讨厌我？我喜欢你。哎，我们剧组聚餐，薛总特意送我回来。那我们回家喝鱼汤。魏总，真巧，又见面了。我今天出门还真是没看黄历呢。二位这是和好了，这也算有我的功劳吧。不错，多亏了小薛总，卫青才可以休这么长的假。不过小薛总可以放心，等他休息够了，自然会拿回属于他的东西。那是最好，不过别让我等太久。说实话，魏总不在，寂寞得很。放心，小薛总要是缺对手，还有我呢。那我就拭目以待喽。你还真是越来越有范儿了呢，周总。我就是看不惯他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倒是你赶紧振作起来，要是按你以前的性格，早就自己怼回去了，还用得着我说呀？那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奖励我一个晚安吻好不好？你